赞美主，他就是我们祝福的源头。也愿主祝福在座每一位还没有信入耶稣的亲朋好友们，能够接受这位可爱的救主，做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阿们。主耶稣要成为你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阿们。我们邀请所有在场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与我们三声呼喊主名，把这个祝福带回去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主耶稣。接下来我们请台北市的弟兄姊妹们为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诗歌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各位朋友们，今天下午在这里听了这么多的诗歌和见证，是不是觉得很丰富呢？可是我觉得听别人做见证唱诗歌不够过瘾，那还有什么方式更过瘾更享受呢？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唱。接下来这一首诗歌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啊？我们要来唱遇见你们。
兄姊妹们，大合唱，唱一首够不够呢？想不想再唱一首？那我们就再来唱一首，我们来唱一首情深蜜切的诗歌，唯一最爱是你。阿们。
感谢主，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了我们。让我们再一起来唱一首爱主的诗歌，主耶稣，我是真爱你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下午能聚集在这里，是不是很荣耀啊？我们这许多人聚集在这里，我们同做一个见证。Amen。耶稣是主。Amen。基督得胜。耶稣是主。我们最后就要有用哈利路亚来赞美他的得胜。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赞美神，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他。让我们再一起来唱今天的最后一首诗歌，得胜得胜，哈利路亚。
乐不喜乐啊？荣耀不荣耀啊？愿这个喜乐和荣耀的感觉充满我们这一整天。Amen。今天的展览到这里已经到了尾声了，这个展览会结束，但今天新的一年才正要开始。Amen。愿在新的一年里面，神更多的祝福我们。Amen。明天我们还会在南港展览馆有一个更喜乐、更荣耀的聚集，会有超过30,000名圣徒一同聚集波比。愿在新的一年，神更多的祝福我们。最后，我们一同大声呼喊三声：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最后，让我们给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们，还有辛苦的工作人员们，一个热烈的掌声。